翻过来，海胆。海胆会动啊，会动。那海胆刚才拿上来的时候，它会跑，会跑，跟利用这刺儿往海里跑，像刺猬吗？海胆，海胆啊，拿个剪刀，拿个剪刀。其实这个好像就是怼一怼啊，再怼怼，敲碎了啊，啊，那敲碎了，那敲啊。给你拿个盘子，盘子呢？找盘子，找空盘，把这个放这里边。空盘，空盘。谢谢李花花花儿，李花儿。这拿剪子往挑吧。刺儿一掉，这个刺一掉里头啊，就跟那个沙子一样，就跟沙子一样。哎呀，一会儿得用水冲一下，把这刺冲出去。也可以搁背面开，也可以搁正面开，两面都可以开啊。这是开海胆好几种方法，这看那个哥俩刺身，看着人家怎么开海胆的，人家专业，咱不行。咱在水产市场学2招，哎，看人家怎么整，咱就怎么整。啊，这个把壳掰开了，这个海胆吃什么？主要就是吃里边这个黄啊，北京话讲黄。哎，把这个里边扒拉出来，拿剪子尖挑出来啊，把这个东西哎。内脏一样，哎，对，你看这个挑开，这怎么挑呢？哎呀，得拿带尖儿的东西，拿带尖儿的东西，挑出来，我要从这黄上分离下来哈，分离下来，这边也是，分离下来，分离下来能倒出来。能倒出来不？哎呀，倒出来呀！倒出来，拿剪子尖拨了。我看他们有个特别很尖的一个尖镊子，弯镊子，弯的镊子，拿那镊子往上捏，抠不出来呀。哎，这样把这皮儿，我还是拿筷子，拿筷子给夹。哎，一会儿再洗啊。还得把这个皮儿夹下来。哎，这海胆的口感是又黏又滑啊，黏黏的滑滑的，这个海胆，这边，好了，拿冲一下去，拿水冲一下。基本上，哎我操，基本上就没啥了，还有点儿，还有点儿，把这个，还有点把它夹出来，夹出来这个东西，哎，皮儿拽下来，这皮儿不能吃，皮儿是内脏。行了，这拽不下来就不用拽了，为啥不用拽？因为是，哇，这就好了哈。其实你吃起来吃不下来，这海胆吃那个海草海菜，看它的牙齿，这牙齿是最原始的牙齿，是这样型的啊。谢谢鬼哥高MM 高，谢谢高妹，
这牙齿，这牙齿里边几层牙子？我这里边啊，看这牙齿，看了吗？谢谢啊，我谢谢抖动的蛤蟆，谢谢武倾城001，嗯，谢谢送的帝王蟹。哎，它是自动发粉丝徽章的，只要是刷一只帝王蟹，它自动就成为自动就有这个粉丝徽章了。9690，楼上吴先生。你说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等会儿我把这个东西可以蒸，海胆蒸鸡蛋，可以生吃，这个东西看。谢谢饕餮不是吃货。到嘴里，就化，入口即化，很甜。嗯，哎，谢谢。哦，刚一说谢谢，完名字转过去了。入口即化，回味有点甜。谢谢一个网红，谢谢炮弹，谢谢不凡。这顶上有个小黑豆，有可能像石豆似的，啊，入口即化，然后回味呢甜，完了特别鲜，很鲜。谢谢爱吃骨头的小什么做的帝王蟹哈，后边那几个字看不见。哎，嗯，你看啊。吃完就剩个壳了，给你们来个进去，你看着还动，等会儿啊，把这盘子这个里边倒了，把这个倒了，剩个壳还动，这东西特别神奇，你看，就剩壳了。你说，你看它动不动啊？动不动？动不动？你说，它动不动？不动。啊，还动。你看，动不动？你给它翻过来，看。还动，动是不是？这边，